股市制作人关心投资人，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固定利用每天早上的11点到11点半收看股市制作人阿豪制作人盘中时段，陪伴着我们全国的投资朋友面对指数挑战哦。各位好朋友，很高兴哦，今天又是礼拜一了，又重新开盘了哦。各位好朋友，你准备好了没？面对一整个礼拜的挑战，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来，准备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哦。来，各位，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加权指数哦。到目前为止呢，刚好是11点整，加权指数呢目前是小涨了15点，报在8661点哦。但是各位好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哦？今天礼拜一哦，都开盘，市场马上给你一个震撼教育哦。怎么样的一个震撼教育呢？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哦。各位，今天开盘，它有没有直接往上攻高？没呢。来，你注意来看哦。各位，即便昨天礼拜五道琼工业指数仍然是收涨哦。但是今天加权指数呢，高点只来到了8689点，也就是涨了43点之后呢，马上给你下杀了81点，最低给你杀到多少？8607点呢？很多好朋友会觉得，哇，这个指数怎么这么难操作啊？明明礼拜四道琼大涨，加权指数给你大杀一波拉嘛，这个没话讲嘛，我懂。礼拜五呢，道琼再大涨哦，但是今天呢，加权指数给你开高之后。急速了，给你灌压81点啊！很多人开始会对着这个指数哦，感觉它真的是越来越可怕哦。各位，如果你真的功夫打了，你功夫脑袋，我相信你会对今天的一个盘势完全是掌握在你的手中。为什么？来，各位，来你注意来看哦。你看阿豪制作人的节目，如果你是第一次看的话，那你赶快去把纸笔准备好。可是如果说你看阿豪制作人的节目已经好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今天的盘是绝对在你的掌握之中，怎么可能？来，你注意来看哦。我相信今天呢、啊，开盘的时候大家都还在观望，对不对？可是等到它一拉上去的时候，有没有人一大堆人跑去做最多的动作？麦克阿佩，绝对有一堆人跑去做最多的动作。结果呢，最多它不但没有再继续往上涨，马上给你关押了81点，有没有？我相信我们的观众的，我们蜘蛛人的观众绝对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你真的有把阿豪的干货二比零，你今天绝对不可能在他最高点的时候跑去做最多。来，为什么？来注意来看哦，各位，我们来看到哈、哦，今天的高点只来到了8689点哦，只有涨了43点，但是涨了43点之后呢，马上给你急速的灌压了81点哦。各位，这一段绝对是今天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杀伤力哦。来，但是你如果有看股市资讯节目的，来，我们同步哦，这位来，你绝对不可能在今天最高点的时候去追高，来，为什么你不可能在今天的最高点去做一个追高？阿豪有没有教你怎么去判断盘中接下来怎么去做一个发展？是不是要找出多方以及空方的力道？那怎么样去找空方的力道？请你告诉我，此波的前波高点在下面受灾，接能杀洗，是不是刚好在这一天？好，那刚好在这一天是什么时候？不就是在10月22号吗？从10月22号为止到今天为止，是不是4个交易日呈现一个下跌的一个格局？好，那下跌的一个格局，那换你告诉我了，怎么找出目前的一个空方压制成本？当然是给他一个4日的波段移动均线啊！来，我们同步哦，同步哦，来4日波段移动均线，来来框架哈，来4日波段移动均线，马上给他，各位。当你4日的波段移动均线打出来的时候，请你告诉我，到目前为止4日波段移动均线它告诉我们在哪里？8696点。来，请您告诉我，今天一开盘的时候，4日的波段移动均线打在什么地方？忘记了，好，忘记了，不要紧，南哥，这回来看一盖。来，今天的最高点是不是到目前为止是8689点？今天如果你一开盘，你有用阿豪这个方法的。爸刚好在8690点。阿豪，你哪家厉害？不是，不是我家厉害啊，是市场上很多人在用这个东西啊，只是有更多的一个好朋友看不懂啊。那看得懂的，你当然今天不可能在最高点去做一个最高啊。那看不懂的呢，会觉得说哇，这个盘是应该要上去了，结果呢，马上跳台北仔一点。所以各位好朋友，阿豪有跟你讲无？你如果真的有把你的方法找好，你的功夫啦，真正有在，这个市场上的钱真正是赚不完的呢。为什么赚不完？他每天要不要开盘？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都在开盘。那你如果每天都用同样的一个方法，并且这个方法确实是有效的话，各位，那
你觉得你的钱赚得完吗？那你有妈讲啊，老师，啊，唔过我今嘛我拢无赚到钱，免怎？各位，如果你真的到现在为止，你从事了这个期货的一个交易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总是不如自己的一个预期的话，你是不是要开始想一下，你是不是在哪一个环节、哪一个地方稍微出了一点错误？只要把那一个环节、那个错误稍微做一个调整，把它调到对的地方的时候，各位阿豪老师底下真的恭喜你，你真的就找到你在这个市场上立足的一个方法了。那你问我说阿豪老师，啊，到底是要找什么方法？你每天都跟我们讲，你也没看波啊，你每天都用这种方法，至少已经保护我们不会去受伤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从这个市场上把真正的机会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呢？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一个环节呢？各位，在这个问题，你慢慢去思考。阿豪先来跟你去做一个报告。当你要去寻找一个方法的时候，怎么找？你要观察一段时间。如果说这个方法在这个市场上一段时间之后，它确实有具备一定的一个效率的时候，各位，那这个方法就真的值得你参考的价值就非常非常高了哦。所以阿豪呢，把我们过去啊确实已经发生的啊提出来，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做一个报告哦。来，各位。啊，好，知道很多人在这个市场上都是要来寻找机会的，但是寻找机会，你有在掉个钱，对这类市场拿到你的口袋里面不？这个才是最，这个才是最实际的啊！所以各位好朋友，啊，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我坚持用公开操作真实呈现的一个方式，为的就是让各位好朋友去做一个比较，到底这个市场上哪一个方法确实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你自己的。所以阿豪不会用看博的方式，我绝对用公开操作真实呈现的方式。来，各位，我们就来做一个回顾吼。来，各位，上面这公开操作真实呈现，不能作假。盘中安怎做？咱盘后完完整整的跟各位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来，咱注意来看吼。9月4号，来，我们从九月份开始看吼。各位，9月4号是不是已经16胜了？好，搁继续看了去。9月9号呢，我们是不是持续在追踪22胜？有没有持续在做增加？好，那9月10号呢？搁继续看落去呀，是不是慢慢的在增加？已经到了24胜了。各位，这能作假吗？这是在友台运通财经台盘后的节目，我把那个画面把它截取下来的，这完全不能够作假。来，搁继续看落去哦。到9月12号，有没有持续在做一个增加？已经30比胜了哦。到9月12号哦，来，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各位，到9月17号，哇，这样41比胜了呢，各位，这个就是你在评估一个方法的时候，它是不是真的具备这个市场上的一个挑战性？能够继续看下去。好，9月18号呢，哇，从9月1号到9月18号，哇，久的时间已经44场的一个胜出了，所以各位好朋友。阿豪是不是跟你说，当你找对了一个方法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方法它确实能够经得起市场上每天开盘的一个考验的时候，各位，那这会是你的结果。什么结果？这三期就是你的结果啊。那阿豪是不是跟你讲，阿豪每天都跟你说呢，你在这个市场上，你来这边，你是来看老闆还是来探钱？你绝对是来赚钱的啊。所以不管是大颗的钻石或是小颗的钻石都没关系，只要是钻石就好。同样的道理啊，你来到这个市场，不管是赚大的或是赚小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是来赚钱的。所以各位好朋友，你有没有找到真正一个赚钱的方法了？啊，好，留给各位去做一个思考啊。你来到这个市场，每天都在开盘，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都在开盘，但是你有没有真的找到一个方法，从这个市场上把钱、把机会放到你的口袋里面？这个才是你来到这个市场上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你知影无？你最重要的功课，不是讲对开盘8:48、8:45，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盘，看5点钟的时间，每天都花5个小时的时间在盯盘。可是到最后，你检视你的保证金专户的时候，感觉往往不如自己的预期。各位，你很努力没有错，但是你的方向可能搞错了，你知道吗？不是讲你看盘看入股，你就可以赢得越多呢。而是你在于是不是在真正的一个时间点，你要去做对的动作。来，我就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嘛。来，最近最好赚的一段例子在什么地方？我也没看播啊，我也是公开跟各位去做一个预告或做一个呈现啊。来，注意看，10月17号礼拜五的时候，
在即将大涨喷出的时候，阿豪有没有跟你讲，下周就即将喷出了？来，各位，阿豪不止跟你讲，阿豪甚至连跟会员朋友的一个报告都提出来，跟你做一个分享。在10月15号礼拜三，当时下周多方将快速启动，请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压回布局十月份的一个多方部位，有没有？有没有？来，给哥嘞，10月17号。啊，我跟你做一个最后的一个通知的时候，结果嘞，从8500点给灯刚开盘，马上给你大涨181点，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礼拜二嘞，礼拜二不就是10月21号吗？8630正负5点，仍然偏多不变。过来嘞，一定要做流仓，做隔日冲，因为隔天又继续给你大涨130点。各位，简单的来看。是不是已经大涨超过300点嘛？啊，你把最好赚的那一段，你把它抓起来，放到你的口袋里面，那你不就是这个市场上一个最大的赢家吗？啊，重点在于我有没有带领我们的会员朋友真正抓到机会的时候，赶快把它放到口袋里面，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各位，10月22号，也就是这个波段的一个高点，11点的时阵，阿豪老师做了什么动作？所有偏多的一个部位直接试价。全部出清，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动作，今天落袋。真正已经抓到的，当然要把它抓到口袋里面嘛。所以各位好朋友，这个是不是你来到这个市场上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不是看盘哦，也不是听广播，也不是看媒体哦，重点是在于你在搜寻一个真正可以帮助到你的一个方法。所以各位好朋友，阿豪再跟各位讲，礼拜四呢？上个礼拜是没有什么行情啊，礼拜是没什么行情啊，有没有跟你预告，短线会有一个拉回，所以我们昨天是不是到8750点这附近，全数把多方的部位把它做一个落袋了？所以我们回顾来看，各位，你在这个市场上，你本来就是要应该这样子去做一个操作了。礼拜五跟你预告下周喷出，结果礼拜一大涨180点，礼拜二行情低迷，啊好，跟你讲要多。方流仓，结果隔天又大涨130点，所以各位好朋友，阿豪在这个地方诚实的跟你讲，真的是你来到这个地方，你要完全投入你的心力。你如果是来那种试试看的，你绝对赚不到钱。讲得很重，但是这真正是一个属性，我不会去花言巧语跟你讲，不要紧，你来试看嘛，你来试看嘛，你来试看嘛。各位，每天市场上都在开盘。但是真的有办法从市场上把钱抓到你的口袋里面的，你绝对要投入全部的心力。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啊！告人真正讲啊，我来试试看，探几抓，探两抓，我探到他个讲，各位，只要你抱持着这种心态，你注意听哦，只要你有那种试试看的一个心态，你没有完全的去做投入的时候，这市场上是不会给你甜头的。但是相对的，你如果真的已经决定好。你决定把你全部的心力完全去投入这个市场上的时候，这市场上它就会给你机会。所以阿豪抱持着心坦心扬，真的一个大波段出现的时候，先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再说嘛。大赚小赚没关系，反正你来到这个市场，你要抱持的一起来探钱耶。所以各位好朋友，当一个方向很清楚的时候，你在这个市场上绝对是一个绝对的赢家。为什么？因为方向清楚，绝对是你获利的一个基础。那阿豪老师，你是用的是什么方法？为什么你的方向可以抓得这么清楚？我利用的是天罗地网线，这个几乎我每天都在跟各位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啊。它用在什么地方？当冲、隔日冲以及三日冲。就好比来天罗地网线，礼拜五的时候是不是告诉我们，在8600点这附近要去做一个偏多操作？为什么计算在这个地方？各位。今天如果你在8600点，你在这个地方全力进场去做一个不多的，你觉得会不会是今天的一个赢家？那怎么做到的？天罗地网线啊！所以各位好朋友，今天阿豪老师再跟各位做一个报告，你绝对要有一个魄力。你若真正要来这一市场探钱，你绝对不能够抱持那种我来试试看，试试看绝对是赚不到钱的。为什么？世代是给你博运气。因为试戴嘛，试试看嘛，输赢没关系嘛。结果赢一届，甲你输高盖啦，不设停损，一路熬单。你想讲安尼试试看，干会趁钱？绝对不可能嘛，因为它是赌博的赌嘛，赌博的博嘛，是来这博运气的嘛。但是如果你真的放下，
你全部的心力，阿豪老师亲自带着你做，阿豪老师带着你伸出双手来博取实力，颜色停损，散射停利点，这种胜率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各位和平友，你要试带还是要清带？先休息，让各位去做一个思考。等一下回来跟各位报告这个盘势要站上什么地方，盘势才有机会再继续往上攻。先休息，马上回来。马大爷分解茶，解油腻畅无比。爱之味马大爷分解茶新上市。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富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富德投顾。啊，每样都想吃哎，怎么办？啊，快去贵族世家，低下安全看得见。哇，丰富的美食，哇，还有现点现做的料理，怎么可以这么划算呢？啊，约会聚餐的好地方，幸福就在这一刻。贵族世家，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轻一点，轻一点，再轻一点，再轻一点。爱健青柠茶，热量少一半。爱健青柠茶，我爱的柠檬汁，轻一下的滋味。轻点，再轻一点，爱健青柠茶。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固德投顾。改期害虫，下面登革热病媒蚊，新鳄鱼一体电蚊香，是用各种电蚊香器，新鳄鱼一体电蚊香，鳄鱼保护您。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在科建学美语，就像在美国一样自然流利。我们都在科建美语。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来，各位好朋友，我们赶快把握时间哦。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加权指数哦。到目前为止呢，虽然是翻红，但是仍然是小涨4点，报在8650点。各位，这盘是没有那么简单呐、啊。除非他今天收盘有办法站上哪一个点位，来，咱这位来看。除非他今天收盘，你个爱有摘掉，你个要卡起哩，不然这个盘是仍然还有得玩呢。注意来看，来各位，阿豪老师在上半段是不是已经跟你讲了，今天空方是压在哪里，就请撤位嘛。所以各位。即便来到这个地方，它仍然是站不上去啊。那站不上去怎么办？各位，你就要注意看了哦。假期循环绝对不可以跌破这个点位哦。跌破这个点位，多头他双手一摊，就说啊，我要多。那我们再呼呼的人，我们重新来过8500点，我们呼呼的人重新来过，就要很小心了哦。你注意来看，各位，前波的一个低点是在8501点，对不对？到今天几个交易日？这位来算，1、2、3、4、5、6、7。到今天为止，是不是刚刚好第8个交易日？所以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8日的波段移动均线？各位，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真正爱设疑，刚好就是在现在的点位8655点，就是今天多空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位。各位，8655是多方从8500点一路上攻以来，它的一个平均成本
也就是这一波上涨以来多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守点位。如果这个防守点位他没有办法去守住的话，多头他会双手一摊，讲没有办法，这个盘我顾不掉啊。那不然我们咱呼呼哎，我们重新开始8500点、8501点这个关卡，我们也就忘记了。各位，这个就是市场上多空之间的一个微妙的一个关系。所以各位好朋友，当你对这个盘势的一个掌握非常非常清楚的时候，你会不会把方向搞错？那你方向非常清楚的时候，是不是才是你真正获利的一个基础？所以各位好朋友，那阿豪老师，我们除了这个方法，我们是怎么样去带领会员朋友的？我们用天罗地网线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天罗地网线用在什么地方？方向的判断用在当冲、隔日冲以及三日冲。所以各位和朋友，我就举最近的一个例子，最近最好赚的是哪一段？不就是上个礼拜一到上个礼拜三吗？但是真正好赚的时候，阿豪有没有真正的提前预告？有啊，什么时候预告的？10月17号嘛，是不是就跟你做一个预告了？下周喷出，结果有没有喷出？来，对背清我八点，礼拜一就给你先喷个181点，那礼拜二咧？礼拜二休息一天，但是阿豪跟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讲，隔日冲的，请你多方一定要留仓续报。结果你留仓续报之后，对8630点再给你喷个130点，各位。整整喷了300点，啊！你喷了300点，300点了后嘞，啊！如果没有做一个获利入袋的嘞，报上去又报下来，各位，现在的点位不就是回到了上个礼拜的一个点位了吗？所以阿豪老师要不要利用天罗地网线，带领着会员朋友在盘中去做正确的动作？所以当已经喷了300点了，我们做什么动作？各位，10月22号，也就是礼拜三，11点。今日全部落袋，上个礼拜是无行情，上个礼拜五这个一波拉搞你弄个8600，但是我们在8600的时候，我们带领会员朋友做什么事情？今日趁压回在8600点正负5点这个地方偏多操作，做一个强短的一个动作。计算的方式在这地方，啊、好，在盘中我不能够去预设点位哈，各位，那今天最低点杀到什么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在一开盘的时候，我们已经让我们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每个人在开盘之前，大家都已经知道今天的一个盘势了。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8:37，美股持续反弹，台股受到大户条款的限制以及伊波拉病毒消息面的一个影响。确实往下去做一个关押啦，哦，真的是很落差的，我也没多啊。任何压回，你反而应该去偏多操作，因为随时会有一个补涨的一个反弹行情会启动，再配合选举行情，至少上看多少点，这个我们在盘中南北才讲吼，各位。但是我们的会员朋友，每一个在8:37的时阵，我们都已经跟会员朋友做了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报告了，所以我们本周一开始，我们会开始去建立一个波段单。各位，这个才是你来到这个市场上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啦。你不是来压底下你看老个啊，两米这个大户条款11变成30亿啊，你还期待它变成几亿啊？这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真正的一个重点是在于你要找到一个方法，真正的可以帮助你。从这个市场上把机会放到你的口袋里面，这个才是你最重要的功课啦。所以外面的一个消息那么一样的一个纷扰，各位，你若要听消息来做，你绝对做不赢啦。所以各位好朋友，阿豪是不是甲大家报告？各位，你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要来到这个市场上找机会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把你全部的力气拿出来。我们非诚勿扰，万博世代耶，为什么没有世代？啊好，该说哦，大家听吼，大家人拢会想讲，既然这么厉害，啊，无你先搞我出啊，我有赚到钱，我才来。各位，当你有这个观念的时候，已经注定了一件事情，你知影不？已经注定你绝对不可能在这个市场上赚得到钱。为什么？各位，啊好，分析给你听，啊好，分析又好你听吼。来，各位，我相信很多其他的从业人员绝对有这个东西，但是各位。他是用赌博的方式来叫你博运气的啦。如果是赢哦，那就是运气好啊。但是他赢一届，伊甲你输九届，你想讲你真正会赚到钱吗？如果他
再给你不设停损，一路给你凹单的话，各位，你是不是省小钱去花赔大钱？所以各位好朋友，阿豪不干这种事情。我们在这地方，我们要就是全力的去做一个投入，我们要就是阿豪亲自带着你去做一个投入。所以各位好朋友，我们非诚勿扰，我们这边没有试贷，因为我们知道，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当你想要试试看的时候，表示你没有全心要去这个市场上赚得到钱。那这市场上很公平啊，你青菜来，我个青菜给你赔啊，哪有你这种白吃的午餐？你随便来就可以赚得到钱哦？不，你要完全的去做一个投入。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赚得到钱，阿豪绝对挺你到底。青贷，阿豪绝对拉着你的手，在这个市场上真的去找到到机会。我们是用搏实力的，那是用实力去跟他博取机会的。所以各位，当你颜色停损、散色停利的时候，阿豪亲自带着你的时候，你觉得你能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成为真正的一个赢家？所以各位会朋友，不要再有那种试试看的一个心理。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如果你真的相信阿豪制作人团队的话，各位阿豪亲自带着你，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征服时间，让我热血沸腾。在21世纪，我用跑百米的速度为客户服务，我很仔细也很勤快，把房屋资料数位化送上云端，让客户轻松就能挑选，线上就能看屋。这个标志让人充满动力，更有效率。选择科技化的团队，让你更快成交。Century 21，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饕餮永思思，美国进口原料，最新 PEACE 认证通过，会退休，会止疼，思思解痛加强定。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固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饕餮永思思，美国进口原料，最新 PEACE 认证通过，会退休，会止疼，思思解痛加强定。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固德投顾。运动健康要愉快，要多吃3A鲔鱼块，有优质蛋白质和3A鱼油，轻食又方便。